金灌木诸如来，净智庄严功德海，五浊众生离尘垢，同证如来净法身。今年国历五月十五日，农历四月初八是佛诞日，台北华藏卫视念佛堂特别在上午九点举办浴佛法会，感恩佛陀诞生，广度众生。佛陀出生于世界，带给我们的是人生最重要的教育，最主要的教学，让我们真正智慧开。智慧，佛告诉你，是我们每一个人自信里面本来有的，是因为我们迷失了自信，把智慧变成了烦恼，变成习气。我们修佛，佛引导我们如何从烦恼再转回来，再把它转变成智慧，我们的人生就会得到幸福美满。敬邀五月十五日星期三佛诞节，阖家莅临台北华藏卫视念佛堂浴佛，以至诚心感恩佛陀，并借着浴佛洗涤内心的烦恼尘垢，使我们的心恢复光明，让我们的人生幸福美满。台北华藏卫视念佛堂地址：台北市大同区承德路三段八十三号二楼，电话：02-2595-9955。